各位大德，各位同修，前三个经文四二五页第八行下面那个几句开始，经文我先念一小段：如见欲知，应界前身，为色与空，是色遍机；为触及理，是受遍机；为记于妄，是想遍机；为念于生，是行遍机；沾入客沾，贵事遍机。这个是接着前面无因怎么生起来，那么无因都是由于妄想才生起来，以后那么才众生才有生死。那么你把那个妄想生起无因那个问题讲完了以后，那么佛在这里在答复前面阿难尊者曾经问过，这个无因呢，是这个到什么一个界位啊？那么这个一个界限，那么答复这个问题。刚才念的这一段呢，就是无因呢。那么他的这个界限有浅有深，那么知道有浅有深的时候啊，要断除五阴，那才能够彻底。那现在就开始研究这个。就请各位看经文：如今欲知阴界前身，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难呢，说你现在想知道这个阴界前身啊，那么下面就讲这个无阴呢，这个界限了，有浅有深。在这个之前呢，要把这个阴界这两个字啊，先我们看一看，先了解一下。阴界这个阴字，古代的注解楞严经祖师们，他讲这个阴呢，就是这个界呀，界就是阴。这个怎么这个界就是阴呢？就是举一个比喻的话啊，那么就是这个土地这个地，大地来讲，大地能够生出万物来，能够生出万物来的话，要问这万物从哪里生出来的呢？万物就是从大地生出来的，而这个地呀，就是物的，就是万物的因。那么这个实际上讲起来的话，就是方便的讲法，让我们了解这个无因呢，是有一个界限。那么真正说起来，这无因从哪来的？无因从我们众生啊，一念不觉起了无明，那个无明根本就没有，这是妄想，有了无明才有妄想啊。那个无明是从这个一念不觉而来的，你一觉悟的时候呢，这些无明什么都是烟消云散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在这里讲，为了讲接，就指出因出来，指出这个无因呢，是
怎么出来的，出来之后啊，他到达什么一种这个边际了，然后我们了解，哦，这个无因是什么状况。你要断无因的话，必得要找到它的结，也就是它的边际。因此在这里这个结呀、啊、就是因。古代祖师把这个结就当这个因来讲，到后来的呀，注解《楞严经》的人呢，他为了我们研究看也好，听也好，比较更容易了解，就直接把这个因呢，就指的是无因，那么这就更容易明白了。因指的就是无因的话，那就是这个因界前身呢、啊，有无因的这个界下有前有身，这就是更好明白了。那么因界既是有前有身，就下边就解释无因的前身了，先叫色也。为色于空是色边际，色是色法。一般说这个啊，凡所有相，凡是一些有形象的这些法都叫色。比如说我们这个众生的身体就是色身，这个山河大地，这个一切的这些现象啊，不外乎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有四大种啊，表现出来的这个色法。那么这都是有形象的，叫做色。这是浅的意义。要往深的方面来讲的话，那个空啊也是色法。我们一般讲这个就是这个虚空啊，虚空是没有形象的啦。我们不要认为虚空里边这些日月星辰呢、啊，这是有效的，但是日月星辰是日月星辰啊，虚空是虚空，就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啊，不能混在一起说啊。虚空是广大无边的，那么在这部经里边讲，佛陀讲这个地水火风，在这里讲呢。地水火风空，把空也放在色法里。这个空为什么是色法呢？你这个有形色的呀、啊，就这个有相的，就是形色；没有这个形象的，那是显色。这种显示出来的这个显色啊，一般人就不懂了，也没有像就看不出来了。比如说明明这个虚空，我们看见虚空没有啊？实在没看到，我们只看见虚空里面那些日月星辰而已，真的虚空我们没有看到。你不能说没看到就是把它排除到这个色法之外的。那么这个就佛法来讲，它还是这个色法，那么因此啊，为色与空啊，把这个色跟空的两者都把它这个合起来讲啊，你不但是离了这个色有相的色法，
一个有效的做法，心里啊，还把这个心呢、啊，还放在空上面去，放在空上面，你实际上还是放在空相上面。这个修定功的人就知道，不修定功的人不知道。研究教理，研究到相当程度也了解，所以这个。就这个禅宗来讲，你的空啊是叫做这个一色变，一色就是这个色的这个另外的一边而已，还是色法。就是这个唯识讲来是啊，一个是一种显色而已。那么讲到这里的话，把这个空与色这两方面都合起来讲，然后你才知道这是啊色边际。单独了解这个色不够，第一的了解空，连空也放在色法里边，你这才知道这个色法这个色蕴的这个。啊，这个边际，受蕴的前身，唯处于理，唯处即理是受边际，处呢是前，理就是身了。那么这个到理的这个境界啊，就是受的边际。你说这个处，我凡是心里一种感受啊，都是有接触来的。我们那个根身跟外面的境界啊，我们这个众生的这个根身是能接触。能出外边的万物一切境界啊，是所出能出这两者一出的时候啊，我们人的这个就有个收的感觉。收呢，你接触任何一个境界，不是苦收啦、啊，就是乐收啊。这个苦受乐受就是从这个出来发生的，接触叫做理，不接触叫做理的时候啊，那有没有受呢？就没有苦没有乐的就受了，不苦不乐的受，那就是说啊，叫做舍受，舍就舍弃呀、啊。舍弃了苦受，舍弃了这个乐受，就不苦不乐，就是心里很平常的这种感受。那么这个就是这种这个舍受在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根深不跟外境接触的时候，这叫做离呀、啊。离的时候。这叫舍受，这个舍受比较深，一般人不了解，所以你要讲收的边际啊，只讲出的边际不够的，那还没有真正的到的边际。第一得要讲这个离，离就是不接触的时候，虽然没有这个苦乐这种感受啊，但是有舍受。不苦不乐的舍受，心里很平常的，这也是一种受。这种是到这种程度啊，这叫做收的啊边际。再讲那个想应，为寄欲望是想边际呀、啊。唯有这个美开头一句叫个伪字了，伪字就是说。这个包含这个寄与望这两者，唯有包含这两者才是这个边际。
所以每两句啊一开头都加个尾字。那么这个鸡与王是什么呢？鸡是记得了，记忆起来了，王呢就忘记了啊。这个记的时候啊，那就是心里有个念头啦，就想起来了，忘记了就对于某段事情呢不放在心里，那个念头没有放在那个上面，那就忘记了。但是这个当我们记得某段事情，固然是想的，就是没有记住又忘记了，还是在想。那个想呢，不过那个没有显现出来，就是那个很深深的在那里潜伏在那里啊。一般表示一种是表现出来的，一种是潜伏在深一层的话不显出。所以这个记得呢，固然这个是这个妄想是在攀缘了，嗯，忘了以后就没有记得，你不能是妄想没有攀缘。假如说忘记的话就不会有攀缘了，那这个那说呢有事实就说不过去了。那为什么我们曾经啊听见某种声音，不管是好的声音也好，是噪音也好，当时啊给我们这个刺激很深，那么这个在听的时候啊，我们的念头是在那个声音上面，那就攀缘呢，在记得在上面呢，后来过个事情忘记了，忘记了的话，你说一忘记了那个那种声音是就不存在了没有啊？如果说你不存在的话，为什么经过若干时候又回忆起来又想起来呢？那亏心的忘记那个暂时那个念头没有攀缘而已啊，那就潜伏下去了。并不因为你一忘记的话，那个原来所经历的那种声音就永久就没有了，消失了，那就这样就好办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做任何事情呢就不负责任了，那就没有什么不会动因的了，那不会了。其实不是如此，其实我们这个听见声音也好，看见外面的各种境界也好，你吃的味道也好，都会啊，虽然经过是忘记了，后来又会回想起来了。这记得住那个就是浅一点这个响音，忘了之后啊，虽然没有表现出来啊，它是深一层的这个响，还是响。不过讲的响音的深浅的话，第一的要把这个忘记这个念头啊，这也是把它说明出来。那么到这个忘这个话，它才是想的边际。因为灭于生是行边际啊，唯有这个把这个灭生这两者合起来讲，这是行的边际。这怎么说呢？这个第七世啊，念念的生灭，生灭这两个字还是简单的说，详细的说是生住意灭。这个四相，生住意灭四相啊，这里就讲生灭这两，为什么呢？
灭了之后接着就生，生经过这个度意这两下以后，就是接着就灭了，灭这个然后又是生啊，就拿这个生灭的灭与生这两是行的边际，那就第一起时啊，那么就拿这个普通我们一般修持的没有功夫的人来讲，只能够这个我们这个心里的散乱的心，只知道这个念头生起来了，知道一个生相，不了解灭相。灭相什么呢？修定功的时候，把前面那个粗浅的生相啊，都把它扶下去了，在那里能够定在那里，定在那里是不是好像这就灭了？这个灭呀、那么你说这个第七识是不是真的灭掉的？没有啊，第七识还在那里，那个牵牛不断的。因此很多修定功的人，他心里虽然定在那里，实际上第七识还在那里呀、很维系的那里变迁的、这也是灭的一种境界。所以要讲那个行，就第七识的行的边际呀、第一的要懂得灭的是到灭的是这个境界。读是恐怕我们学的人呢、对于这个不大了解，怎么灭还算是在哪里牵牛不断呢？还是在哪里还是行呢？举例子，比如说一个入定的人，那么古时候入定的人觉得功夫好啊，一定定了很久啊，很多天数啊，定在那里很多天数啊，他身体那个手指甲还往外长了，头发也往外长了，这就证明那个入定的人呢，他这个心里都能够定下去的，这个不动了，到时候就是无声了，是没有声了。可是实际上指甲也在长，头发也在继续长，这就证明灭只定在那里还是有声的呀。不过那个灭呢，是一个很深一层的那种形音。所以这个经文讲啊，为灭于生啊，把这两者合起来讲，你才了解那个生的一个那个形音的边际。最后讲那个四音边际，沾入何沾归四边际。沾是什么呢？沾就跟那个水一样的，那个不动的定在那里，那叫沾啊。一谁也不动了，那么就是那个杂的枝子啊，杂枝那个沙石就是沉淀下去啊，那沾染的很清洁了。这个指的什么呢？前面那个行印吐出以后，就进入到第八识沾染的那种很沉静的那种境界，叫沾入。沾入是叫呢，行印吐出刚刚进入到识印，这个是前。到了后一阶段呢，那么就是合沾就是古人讲的
如无所如了，原来还有如的这么一个这个形象，到后来这种人合的成为一体了，也等于说是这个那个水呀、啊，原来有这个波浪很显著的那个看得出来，那么到后来这个波浪平下去了，平下去啊，就跟这个第八识啊合在一起了，合为单，这就是叫做归入到识的边际。后面这个事业呢，只讲沾入，沾入那个不算边际，第一个要合掌，这才是到了识的边际。以上这个无印都要讲边际，为什么呢？前面不是讲要破除无印吗？破除无印的时候，你不了解它每一个印的那个深一层的那个边际的话，破也破不到究竟处。一直要了解边际之后啊，这个无印破得干干净净才了解。下面就讲这个懂得无印的边际啊，要这个破除无因呢，你怎么个破法子呢？就是断活，也就是断活，怎么个断法呢？是一次断呢，还是逐渐逐渐的断？这个阿难尊者在前面也问过这个问题，佛在这里就解答这个问题了。下面经文说，此无因缘重叠升起，生因实有灭从色处。你讲这个前面我俩真的是无因呢，是同时一次消除呢，还是逐渐消除，就是断经了。佛在这里讲啊，无因呢有生灭的，有次第。那么这个无因的缘，无因缘是什么呢？里面呢分别讲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种啊，它的这个根源呢，重叠升起，一重叠着一重啊，升起来的，不是一次生出来的，但是这个无因是重叠的升起来的。起的时候是这个先讲升起，生因实有，生因实有什么呢？当初是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有无明在这个转起来，这个成为业识，那就马明不在那个大乘起，真妄合合的啊，一念不觉起了无明，然后妄想那个无明起来，就是出现一个业识啊，这就是一个真如，一个无明代表一切妄的，真妄合合的，就是成为阿赖耶识，这叫识。那么这个在这里讲无因，有这个阿赖耶识的识的本识啊，然后有行，有行然后有想，再有想然后有受，有受然后转成色法，因这个次第升起来的。
您这个次第分析在追溯到最初的时候，这个无印最初的是哪呢？这个音湿升起来，升起无音呢，因为这个湿而有的。升起来的这个无音呢，是由最初是由这个湿升起来的。灭的时候，现在要用功夫把这个无印都把它灭掉。心经里面讲嘛，那个观自在菩萨用那个观照的照见无印皆空啊。那么这个就我们一般来学佛用功来讲呢，我们没到那个程度，不能一照就空了。你这个把这个无印，也就是五音呢，你断灭它，把它灭掉的话，从哪开始呢？从色印开始除。那么这个色印除到这个除了之后，就是受印，受除了就是想印，然后行印，最后到识印。所以灭除这个五音呢，就从粗浅的方面来到维系的地方，由粗浅而入维系，这样我里边来除。再祖师啊，就拿一个东西来做比喻，这个比喻就我们就好了解了。比如说一面镜子，这个镜子本来是光明的那么这个镜上落了灰尘，开始灰尘呢很微细的灰尘落在镜面上面，然后啊一天一天的这灰尘越落的越厚，最初落的灰尘很微细的，那落到后来的时候啊很粗浅了，盖得很厚重了。现在要把这个镜子磨光了，把那个灰尘呢、把它统统把它消除掉。消除你怎么消除法的？你还是从外面粗浅那个尘垢啊先把它事实上也是如此啊，开始就从最后落下那个尘垢先除。除到又粗浅的，然后一层一层往那最后的最维系的才能除掉。这个就是说用功夫的方法，无论世间的学术用功夫，除世间这是佛法的这个修成佛的这个功夫，都是必得要懂得这个次第，你那个修啊才能修得好。不懂得这个次第啊，那个盲修瞎练啊，那个修出毛病来，他不知道从哪来的。次第必须明了，所以这两句重要啊。生因事由，灭从色处，这个就是这个用功夫的方法。在就这个灭除的次第来讲啊，那么那个什么这个灭除法子呢，就是这个经文我们看看啊，这个离则顿无，成物并消啊，是非顿除，因次第尽。这也分析了一个理与事这两者。理呢，这个佛法这个理啊，悟这个理可以顿悟那么这是聪明人呢、把这个佛法这个理论一看，
或者是听人家一讲，他可以一下就开悟。但是你悟的是悟这个理，这个称悟性相，就称着这个称当动词讲，称着这个你悟的时候啊，消什么呢？所有以前的那些疑惑，一切的这些不明了，这些一下就是消。从定消是，也就是从这个动物的一起消，把它消除掉了，这叫理呀。所以禅宗他先不跟你讲这个佛法这个理论，他叫你参究，参究一大彻大悟的话，那就动物一这大彻大悟，所有的疑情啊，疑是就是就称着你这个悟的时候啊，同时就是消除了。但是这个理呀、悟的是个理呀、悟的什么理呢？就是跟马明菩萨那个《大乘起信论》讲的，真妄合合的真如门生灭门。你把这个就是研究教理的了，研究教理的把这个一部起信论的这个真如门是分析如何生灭门一层一层分析啊、分析到这个生灭的究竟了，生灭的边际了，生灭的边际就是真如的边际啊，这两点就是就见你生灭这个到了边际，你就见到本性了。那么把这个理论先把这个理论一分析进去了，你就悟了，一悟就把这个全部都是就悟到了。哦，我们有这个真如啊，什么是生灭，什么是真如，这个了解了。禅宗这个他不从教下来开始，他就是参究的，参究的这个大彻大悟也是悟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真如本性，悟就是这个，这叫顿悟。顿悟之后就趁这个悟就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消除了。是非顿悟言次第经，实呢就是讲的呀，除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五蕴是从事实上面用修定功，这个把我们这个五蕴那个就是每个那是无时间以来这些色受想行识这些执着这个当作我们这个自己呀、把这个假法当作真法了。那么这个修是开始一步一步的修啊，你这个修是一下顿悟了之后，就马上就一修就是全部这个无蕴全部就没有了，没有那回事情了。无蕴好不容易这个那么消除掉啊，就是从出现的往维系的，从外往内一步一步的往里面深入的修，也是这个按照这个次第来才能修得精。那个著作《楞严正脉》的那个焦光大师，他举一个比喻，一个人呢在夜间里面呢走这个黑路啊，遇见前面有一个一棵树，那个树啊也没有树枝啊，是因为那个没有树枝的那个那棵树啊，长得像人那么高，他心里一怀疑啊，这个莫非是个鬼呀、鬼在那鬼在那里呀、心里一提到这个疑惑的时候，赶快就往回跑。
跑了很远的时候啊，有个人告诉他，那不是鬼啊，那是一棵那个树枝的一棵树，一个老树在那里啊。哦，听人家这么一说明啊，他这个心里这个疑情这个疑虑的啊，一下这个鬼的那个鬼的影子在心里啊，一下就消失了。那个动物，这个动物它原来要走路啊，它是跑鬼了呀、啊，然后再往前走，往前走你再走回头路，还有你从跑回来，然后再往前走啊，你一定这个过程这个路你慢慢走，你不能是一悟之后你马上身体又回到前面了，一忽然之间就回到前面了，这是办不到的。也还是要一步一步的往回走啊，这就是啊，是的，这是个事实上啊，你这个过程还是要按照这个，不是一次就能够这个到达那个目的地的，就是要渐次来修。那真实的学佛啊，那就是重要了。不是真实的学佛呢，那就又当别论了。那么这个必须要了解理可以顿悟，事修啊，不是一下这个一步登天就能成功的。你不了解一个理一个事啊，往往发生一个两个问题。活着呢就知理废事，知理废事啊，我悟了，我这个经里面所讲的道理我也了解了，这个我们对于这个真如本性，自己有真如本性的，我们本性跟十方佛一定成分佛都是同样的，他的时候他也是有本性，我也有，我都平等啊，那我就是佛了。这就是啊，别说他是没有慧，就是真悟了，真悟他这个没有修的话，他还是一个彻底的一个生死散户。他认为是佛啊，实际上还在六道中的这个生死不断的还有个反复。你这样的知见呢，就叫狂慧，那不得了了，那就造业了，叫知理非事。反过来说呢，你不懂理，事修的时候啊，你不懂得这个事实上一步一步修的这个次第啊，要知是没理，知道这个事没那个理呀、啊，他不明了。我们人人都是真如本性，你修的什么程度啊？什么是真修？什么是只是修错了？所以麻明菩萨叫大乘起信论呢、啊，开始叫人发起这个最正确的这个相信，相信谁啊？相信我们人人都有真如本性。你记得有这个之后，你修才一个目标才确定了。那事修的目标定了之后，你那个修的功夫啊，要逐渐逐渐的，一步一步的修啊。你要超越了不行，超越修不到，好像等于那个上楼梯一样的。你不按照一阶一阶的往上爬的话，你像一个重步往上。我说奔上去，弄上去，然后跌下来。佛就是告诉我来说，我以事如皆不精洁，何处不明，在此询问。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前面，我已经呢举了个比喻啊，开示你。拿什么来开始呢？这个结不精洁了，结不就是很长很长的时间，精洁呢就是久远劫以来啊，这个生死啊这些环节了，就他妈一个一个
拿一个毛巾呢、啊、挽成这个几个结子啊，不过在那里就是六个结，在这里拿来配合呢是五啊，是五音、六节其中啊有两个节合并起来呀、啊，应该一个配合一个色音，这样就是六节啊变成个五节，正好配合这五音。那么这个道理呀、啊，我前面已经开示给你知道，应该明白啦。你何时不明，再次询问呢？你那里为什么还不明了呢？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一小段的话，我把这前面的问题解答之后啊，再这个问阿难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要学法用心学啊，前面那个比喻已经是应该说问题就是没有了，解决了。现在既然是又问了，问了之后我已经解释清楚了，应该没有再没有问题了。佛呢就是劝告阿难尊者以及社会的大众，说了如应将死妄想根源心得开通，传世将来魔法之中度修行者，令是虚妄深厌自生，只涅槃不念三界。我说你呀，应当将此的指的呀，妄想根源，妄想根源就是无因的根本在哪里呢？就是一个妄想。换句话，妄想就是无因的根源，它的来源。这个前面呢，佛说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比如说色因，色因是什么妄想呢？色因是坚固妄想啊。受因呢，受因是没有色法了，那是虚名妄想。这个东西每一种都是妄想的啊，以至于这个世因呢，很维系的、很精密的来的妄想。这个无因的这个妄想呢，就是它的根源。你听了之后啊，应该心得开通啊，你的心呢，应该在那个这个大开眼界了。通就是没有一点的这个阻碍了。有所阻碍的心就不通了，你没有了一些障碍都没有了，你来开通了，心里开通了，你在教化别人。心里不开通的话，你教人家呢，一教就错误了，害人呢。所以心里开通之后呢，传世将来，你把这个法了，对，把它传到世世开示，传到将来，将来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末法之中，末法到末法时代，那学佛的人呢，或者是不懂理，或者是不懂事，那就麻烦多了。所以你必须传世回来呀，事理都要明了。那么让那些度修行者呀，那些很多真正的想修行的人呢，令是虚妄，让他知道这一切皆是虚妄啊！山河大地啊，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假的这个色身，没有不是虚妄的，应该了解这个。要这一切都是虚妄了，深念自生。很深沉的这个厌恶这个世间啊，我们这个世间有什么可恋的？应该有怨理啊。智者大师
叫我们学净土的人呢，就是开心眼二门，心就是心就极乐世界，那个世界是最理想的，业力就是业力，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五种恶事，你不业力它，要听什么业力呢？你要知道这个世界的一切皆是虚妄的，多少人为了这个所有的一切人，不管是学佛的不学佛的人呢，他没有这个真正的悟的，也不知道这个世修的人呢，他还担任这个世间，那怎么成就啊？所以一定要深念自生的，自自然然的发生很深的这个业力了。只有涅槃不念三经，知道啊，我们每个人都有真如本性，都能够证到涅槃的大涅槃的那种境界，也就是都能够成佛。那么你要追求个真理了，还要练那个三界。三界我们就是，你说这个人间了，天上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是虚妄的。这一联想对比之下，我们不追求涅槃，还要练这个三界，那是太愚痴了。所以就是。知道有涅槃，将来在末法之中啊，你要告诉开始修佛的人，让他知道有涅槃，而不会再留恋这个三界。成佛，我们在这个世间成佛多么遥远呢？所以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到那个世界呀、啊，一生就能成佛。所以这个心愿，我们学净土的这个。看经看到这个研究经到这个地方、啊、这一生不求这个成就往生极乐世界的话，虽然知道有涅槃，这涅槃呢三大无生几劫，这个三大无生几劫还是要人类结结实实的不间断的来修才是这样的。如果有一生呢是间断了，那也不知道多少劫数才能够遇得上来。所以最稳妥的最快的还是要修这个信念呢，到发愿到极乐世界去。我现在正中分到这里就是完了，那么下一回呢就是讲这个流通分，流通分下一回一次就会讲圆满。